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重庆彭水县，是个山城啊，到这县城转一圈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挺热闹的。重庆不愧为山城啊，你看底下一条公路，然后从这边阶梯上去的话又是一条公路。哇，上这个楼梯很辛苦啊。这边又是上坡，这边又是下坡，哇！那酸菜的。这边又是一直下去啊，你看一下，又下到河边了。你看这个重庆的这个脚夫啊，太厉害了，一下背好几箱啊，2、3、4、5箱啊，背到赛车上里面去。这老人家卖这个，
你看一下这个线程，它这个线程的话都在山上嘛，你看一直上坡啊。这边也是一路上去，这条路的话就一直上去，然后这条路的话就一直下去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城市，你看重庆的城市。这老阿姨在那垃圾桶收废品。补牙齿。你看一下这个县城，这个重庆的县城，一直上坡下坡，哇，没有一块平地的，这样子捞过来捞过去的工，往山上一直捞啊。是啊，这边一路上去，你看上坡，然后从这个棚子这边看下来的话，你看哇，这里底下又是一条公路，你看，又是这样一直下去，你看，是啊。所以说如果要走路的话非常的辛苦，是吧？开车的话又绕来绕去。哇，你看那个山顶上全部都是房子，哇，那些的话应该是没有公路上去吧，那要爬到山顶上的话就辛苦了。你看对面那些房子，哇，对，那个楼坑这么大，你看一下楼坑。也是捡废品的，带着个楼坑这么大，老人家。哇，这房子这么高呢，小小的亲戚。哇，爬这楼梯真的辛苦。哇，你看它这边的山顶上，你看一坡上一路上去全部都是房子，没有公路上去啊，这个阶梯一直往上爬。哇，真正的是山城啊。你看我现在跑了一半都没有，这样子看下去，看是吧，你看有没有爬到三分之一，你看顶上还是沿着这个悬崖峭壁一直建上去的房子，然后底下就一条公路了。天哪，这边的人就是这个阶梯一直上啊，坐在这边的人，哇，你看这房子，需要重庆不会地震吧，如果地震的话就太可怕了。
哇，哇，都迷路了，哇，有狗，有狗都迷路了，不是往哪里走呢？可能是这边可以一直上嘛。这个老人家拉着机公车的，啊，两不算机公车，两个轮子的。整个城市都是这样，一直上坡下坡，上坡下坡，没有一块平地。这个彭水县的话，虽然是一个县城啊，但是走来走去的话，不注意的话也是会迷路啊。按摩店，对面一家洗头店。洗头店。哇，这边的人又是这样，楼梯。那什么算命的，那草药的，这一种不知什么草药，这是什么草药啊？甘徐子。做什么用的？治癌症。啊？治癌症。治癌症的。真能治癌症啊？这治癌症的，还有一点香味呢，好，还有一点香啊。哦，你在这边卖草药的？哇！这底下又一条公路下去呢，看命，算命的，算命时候都不在。一直下去这边，这个街的下去容易上去难啊。哇，迷路了，这跑下去不知道在哪里了。看，哇，这房子，上去的公里广的，卖烟草，
到八十五。这是什么队伍？穿的什么衣服？你看这个蹦蹦筋坐在地上，在那边等活干啊！重庆蹦蹦筋啊，衣服都是烂的哇，可怜啊！这些蹦蹦筋的吧，都是农民嘛，是吧？他等着人家来交活干嘛，所以他街道上一直晃啊晃啊。你看，裤子也烂了，衣服也烂了，你看一下，烂的。哎，2016年去的，那个时候天哪，我一直下午去上班。李八字，这个又是蹦蹦筋啊！在等活干啊！破烂。跑跑了。蹦蹦筋，不知道在叫什么的蹦蹦筋。用最专业的技术服务于您，您坐下，请您这么暗的呢，这里挤了这么多人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怎么鬼？哇，晓得。开播去了，广告跟人家撕掉了。是的吗？这就是。跑一身靓仔去了，这些都参加你擦鞋的睡着了。
哇，这个前面你看一栋房子，房前房后啊，全部都是坟墓啊！哇，太恐怖了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他在房子的前后左右都是坟墓啊！你看，哇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住在那个坟墓堆里面的那个房子，你看它都是空空荡荡的，都没租出去嘛，或者是卖出去嘛，是吧？空房啊！你说建这个房子的他怎么想的？是建在这坟墓堆里面，你说谁愿意住在这个地方啊？你看一下，是吧？以死人为伍啊，是吧？跟死人住在一块，你看一下，全部都是坟墓啊。他这边的坟墓都是很大，你看。你说他这一栋房子是先有坟墓还是先有他的房子？先有房子还是后有坟墓？是吧？反正就是建在坟墓堆里，你看。哇，是啊，太恐怖了，难怪这个房子空空荡荡的。